新番快看之弦音第二季，经历了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第一季，金阿尼终于抓到了做弦音这部动画的重点，那就是先把 CP 对立搞起来，剩下的都好说。卷土重来的偏执青梅，近水楼台的腹黑竹马，官方主推的天降神仙，除了给出满满的修罗场、修罗场跟修罗场以外，静谧的腹黑气质逐渐溢出，做得好啊！答应我，这集不能输。仇的占有欲也是正常发挥，这个一边穿裤子一边跟朋友打电话的操作，看起来就十分的合理。老师一如既往的有官方正宫光环加持，这绶带颜色都是两人的 CP 色。第一集出现的作画片段更可以说是剧场版水准，什么蓝色监狱、排球少年，我大弦音全都要的。加上在官方公布的新角色图中，花语是初恋的叹息，谁？我要知道还有谁。